You
子龙，哈哈哈哈！是子龙回来了，子龙无事便好。三将军，可知使君下吗？大哥杳无音讯，不知现在何处？ 关将军呢？哼，休在与我提这望恩负义之人。这，义德，哎，义德，你这是何必呀？子龙先生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三将军为何提起关将军，如此生气？哎，子龙有所不知。 今天下揭传，关将军已投曹操，我料其中必有隐情。奈何义德执意认定此事为真，不许他人提起云长将军的名字，一提就大发雷霆。关将军为人忠义，岂会降于曹贼？想必真如子仲先生所言，三将军或是误会。 没道理，子龙，你如何也这般说？常言道忠臣不是二主，此等辈主囚笼之辈，怎配得上忠义二字？将军且罢争论，主公下落不明，哎，我忧心如焚呐，子龙。 而今我等与主公失散，坐困小县，并非长久之计，你可有良策？使君吉人自有天佑，定能逢凶化吉。此地陷小尘埃，无兵难守。依云看，当务之急，需另寻一处安身之所，据险而守，屯兵秣马。只待寻得使君消息，便可前去接应。 子龙所言甚是，我近来也曾派人四处打探，得知西北据此不远，有一卧牛山，山中有贼匪驻扎，常劫掠过往客商，此间应可屯兵。而若能招降其众，也可增添不足军力。子龙未至之时，只有义德将军在此镇守，无人出战。今幸得子龙归来，我也正想请子龙走上一遭。 先生放心，我这便去卧牛山看看。子龙兄，一代诏旨时已被曹贼得知，许多危机日重，家父与大兄已离许都，催我回西凉。你既幸而无事，云露便就此告辞了。他日讨伐曹贼，可莫忘了叫上我。既然太叔有命，我便不强留云露了。 地势不熟。
天有已晚，不如先去庄上暂借一宿，打听看看。将军何来？在下姓赵，名云，如今正在寻刘玄德、刘皇叔。路过此处，因天色将晚，欲求一事暂歇。哦，原来是赵将军，请进，请进。姓郭，名长，世居于此。刘皇叔远近闻名，莫非皇叔已至此地？说来惭愧，此前我与皇叔失散，至今仍在寻其下落。哎，原来如此，将军莫要担忧，刘皇叔仁德，上苍定佑。此我儿也，整日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家门不幸，还望将军勿怪。我年少时也喜爱游猎，不读诗书，但年岁稍长便会醒悟，老丈也莫太过忧虑。啊，承将军吉言，但愿如此。还有一事询问老丈，此地可有一山，名为卧牛山？卧牛山却在此间不远，只是山下有强人拦路打劫，将军若去，需多加小心呐。既有强人在此，老丈似并不担忧。初时也颇为心惊，但这伙强人只劫过往商旅，左近相邻，反倒无忧。况且他们只劫钱财马匹，并不害人性命。若是遇到穷人，他时常反送资粮接济，我家中无甚家资，因此免祸。时日一久，也就惯了。竟有这等绿林好汉，明日且会他一会。将军今晚可在此住下，老朽不多叨扰，将军自便。多谢老丈。时候不早了，将军早点休息。
了这么远，你所说的千里马却在何处？大哥莫急，就在前面。哎，运气真好，正好撞见了。那人骑着的便是。猴子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小娃娃站住！留下宝马，快滚！就饶你不死。尔等光天化日之下，抢夺他人马匹，莫非是这卧牛山上是盗匪？你小子倒挺有眼力劲儿，既然知道，还不快快下马投降？我本欲去寻汝等，不想你先送上门来。想要夺马，先问问赵云手中藏枪吧。行，小娃娃还敢逞强，兄弟们，上！看在你父亲面上，饶你一命。你且等着，等俺叫首领来，定要给你颜色看看。此贼武力不济，跑得倒挺快，这般飞刀，倒是不了寻路功夫。且跟上去看看。好凶狠的贼人追上来了，快跑啊！快跑！大哥，我们不就是贼人吗？跑啥？借我们枪！乃是何人？我乃常山赵子龙也，尔等毛贼，速速投降！小娃娃竟如此嚣张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给我住手！你这少年郎，年纪轻轻冲什么爷爷？我就算叫你爷爷，你受得起吗你？本寨主念你乳臭未干。不知天高地厚，情有可原。大爷且给你个机会，留下马匹，速速离去，免得血溅当场。徒令你家中老母那个啥……痛哭流涕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对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汝身为山匪，能说出这般话，倒有三分宽容，甚是少见。想来也非穷凶极恶之人。既如此，何故在此落草为寇，为祸相邻？放屁！放屁！俺裴元绍堂堂七尺男儿，什么时候为祸相邻了？俺向来号令手下弟兄，只准打劫外地商旅，不伤人性命，只劫不良富商、贪官污吏。不可骚扰良民百姓。我本欲做良民，但天下大乱，谁管我们百姓死活？吃不饱穿不暖，倘若不去落草，我和弟兄们早就饿死了。小娃娃屁都不懂，
还张口乱骂，哎呀呀呀，气煞我也！胆敢追了，还得先揍你这小二一顿，再劫你的宝马。胆子如此高强，且慢，莫动手啊，小将军，看你一表人才，务必要斯文一点，切莫动刀动枪啊，不然多粗鲁。在下裴元绍，这下有礼了，敢问这位小将军是何来头？我等有眼无珠，冲撞了您大驾。您刚才说您是常山那啥啊？对，龙哥，您莫见怪啊。此人模样轻浮浪荡，油嘴滑舌，不过听其言语，倒不似叛逆害民之徒。如能说动他降了刘使君，带上这一寨之人弃暗投明，岂不一举两得？在下赵云赵子龙，正在寻刘皇叔刘玄德。他乃是受了皇帝衣带诏，受命讨伐曹操逆贼。我见裴寨主乃是忠义之士，与其困居此地落草为寇，何不与我一起投奔刘皇叔，共兴汉室？刘皇叔，就是义救徐州的刘皇叔。哎呦，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啊！龙哥，你太厉害了，难怪如此所向披靡，能够带小的投奔刘皇叔，那是莫大的荣幸啊。只不过我等不过是山野贼寇，皇叔看得上我们吗？今天下大乱，黎民倒悬，刘使君怀济世安民之心，如何会看不上？裴首领乃豪杰，脱身绿林终非长久之计，若能随我归附刘使君，亦不失为一条明路。好，不妥不妥，听说曹操大破徐州，刘皇叔下落不明，想必自身难保，此时去投奔刘皇叔没什么前途呀。亏本买卖俺可不干。刘皇叔心怀天下，欲匡扶汉室，仁义之名以远播四海，岂不闻得民心者得天下？他虽一时失利，但一朝攻守之势互换，区区曹贼何足道哉？此等明主千载难逢，裴寨主如果甘愿一辈子为贼寇，可谓求小安而忘大义，再难有报国机会。龙哥，听君一席话，在下如拨云见日，茅塞顿开呀。
咱们上山为了啥？为了太平日子，过好日子。如今能跟着龙哥，认了龙哥做老大，一起去投奔刘皇叔，复兴汉室，咱们也不再是贼寇了，那可就是官军，一同建功立业，扫平祸乱，大家都能跟着过好日子。你们说好不好？诸位，一起建立军功，为国效力，待天下太平，自然有家。届时，我与各位一起好酒好肉，共享太平盛世。好，龙哥，以后你就是大当家，我是二当家，在下一定肝脑涂地，誓死追随。裴首领，众弟兄既尊我为首，共事刘皇叔，便莫再以绿林邪气称呼。我为主公帐下将校，直呼我赵将军便可。都听赵将军的。哎，等等，那俺岂不是成了裴将军？弟兄们，可都记住了。请吧。嗨，元福兄弟，你来的正好。今天本寨改换门面，以后没什么大当家二当家了，俺就是裴将军，听赵将军的。对，慢来慢来，我本是二当家，我没了此名号，我做什么去？此等大事，大哥竟不与我商量。大哥，此事万不可行。我如今已是听命于赵将军，寨中一切事务由赵将军做主。周兄弟，你不如顺势改个周将军，你意下如何？无名小辈，无那等口舌之力，得了我大哥，可骗不过我周仓。某尚未开口，休得多言，看招！嘿，得罪了。武艺非凡，不是寻常之辈，一时胜他不得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看吧，我早就劝你了，你就是不听，挨打了是吧？听我说，俺和你加起来都不是赵将军的对手。打输了不丢人，这下该知道认输投降了吧？要投你自寻便是，要我投降没那么容易，俺周仓自有帮手，你且等着。裴兄，方才这位是？方才那人名叫周仓，
是条好汉，不过他性格急躁，一时输了丢不下面子，且由他去。也罢，寨中人马虽多，但多为流民，舞刀弄枪并无章法，如真遇到敌军则并无胜算。我欲留此训练他们，不知裴兄意下如何？老大下令，那就是圣旨，谁敢违抗，俺第一个砍了他。我先去集合弟兄，老大你稍后去寻我，你尽管吩咐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可来了，大家听说有真正武艺可学，个个蹦得像猴，早就急不可耐，众弟兄在教场都已等候多时了。战场非陆地，倘若一瞬疏忽便有丧身之物，我今也是一路枪法虽非精妙，如能熟悉，亦可让诸位兄弟在沙场上拒敌护命。诸位瞧好了，就是说老大枪法无敌，太厉害了，只见枪出如龙，枪刺如风，龙蛇游走，气势磅礴，酣畅淋漓。你看啥啊？对，真可谓天下无双啊。罢了，不再如此夸我，你等跟进得好，扩展国都，需勤学苦练。众人听令，两人一组，彼此为敌，将我方才所授之枪式操练起来。我就在一旁巡视，若有不懂之处可以随时来问。众人听令，两人一组，彼此为敌，将我方才所授之枪式操练起来。我就在一旁巡视，若有不懂之处可以随时来问。山门两个生人求见。生人长得什么模样？一个像是儒生，面带凶恶，但另一个黑皮大爷凶神恶煞，模样着实骇人。那黑大爷凶恶粗鲁，在下不敢还口，特来禀报。莫非是李仲先生与三将军？我这便将禀见。俺与小将军同去。
兄弟，哪来这么多规矩？这守门的啰里啰嗦也就算了，怎的连你也拦我？有什么好等的？看我闯进去便是。义德兄，子仲先生。果然是子龙，子龙，多日未见，可想死俺了。原来真是老大的旧相识，都怪俺未能提前招呼手下，让二位久等，还请恕罪。啊，这位好汉是义德兄，这位便是我前日信中提及的山寨首领裴元绍。俺乃粗人，礼数不周，当日曾冲撞赵将军，好在认了他做老大，今日又对两位大爷失敬，各位勿怪，勿怪。不妨不妨，既然都是一家人，还客气什么？走走，进去摆酒，与俺喝上两坛。好，爽快。爽快，小子们，速去设宴摆酒。今日与诸位大爷不醉不归。子仲先生，使君现在何处？可有下落？我与张将军此次来寻子龙，便是报知此事。主公前在河北袁绍处暂居，袁绍心思多变，其手下谋士常有害人之心，主公在彼如履薄冰啊。好在孙乾简雍献计，以往荆州税刘表共击曹操之名，以助主公脱身。恰好关将军护送两位夫人回来，已先一步去迎主公。我等回到古城，不日便得相聚。子龙若是安顿好了，也早些回来。山下交战，袁府兄弟如何又回来？俺去看看。就是此人夺我山寨，来者可是子龙？使君，使君，我真是子龙。会一场，子龙如何至此？云自别使君，赶赴义京，却去迟一步，未能救下公孙将军。
四海飘零，无容身之地。至徐州界外，幸得玉云路将徐州之命告知，后寻得了易德雄。云听从此众先生建议，来卧牛山屯兵秣马，以待使君。日前方才得知使君消息，不期今日遇见。好，好啊！吾初见子龙，便有留恋不舍之情，今幸得相遇，真乃天意。云奔走四方，择主而事，未有如使君者。今得相随，大趁平生，虽肝脑涂地，无恨也。想必易德将军正在城外等候诸位。哎，小将军，快去与主公一同回去吧。安元福兄弟先上山整顿兵马，主公如有需要，随时差人来取。安等但凭军师。我今重得子龙，又多了一寨人马，真如旱苗得甘露也，大事必成。且回古城与众人重聚。大哥、二哥、子龙，今日相聚，需好生庆祝才是。俺已吩咐手下备好了酒菜，咱们今晚喝他个不醉不休。好，使君请。今天幸我众人团聚，有心得汝南刘辟公都来投，更偏卧牛山上也招得许多人马。今日河北原本初来信，预约我共抗曹操，使我由汝南北上奔袭许都，诸公以为如何？俺兄弟既是相聚，又有子龙相助，何不依其所言？我们领着兵马杀向北去，再与曹贼决一死战。哎哎哎，不可不可啊。我等不过一线之敌，士卒又非精锐，如何能直取曹军腹地？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也。今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北，二虎相争，
必有一伤。眼下莫若休养生息，训练士卒，以观其变啊。我由徐州去袁绍处求援时，新谋士田丰早有提议，趁曹操无备袭击许都，奈何彼时袁绍因幼子染病，竟全无心智，错失良机。今曹操虽与袁绍相置于官渡，然操未尽全力，必与许都留有防备。以在下看，奔袭许都恐有凶险。两位先生所言，备如何不知？只是汝南城下又无地利，难抗大军，且时不我待。以我观之，河北多忠义之士，然袁绍外宽内忌，不纳忠言，必非曹操敌手。若待曹操击败袁绍，进取幽、冀、清并四州之地，势必南下，我等再难与其抗衡。我今在汝南得刘辟攻都数万之众，正应趁其出战河北，亲自引兵，趁虚进攻许都，放手一搏，反有生机。这公之言亦有道理。备非欲陷君等于死地，只是天子血诏历历在目，每每念之，不能得一息安寝。是胜是败，不尽人事，也未可知。兄长不必多言，为天子击贼，忠义；为万民除恶，义。兄长既有决断，我等誓死相随，又岂惧艰险哉？关将军所言甚是，云亦愿为主公之志效命。俺也一样。事不宜迟，我等明日即去汝南，整军进发许都。劳你去卧牛山检点山寨人马，而后至汝南与我等会合。赵云得令。裴兄，已是时候了。好，可教寨中善战之士收拾兵械，与我一同前往汝南。老大，这是要和哪家交战？主公欲趁曹操后方空虚，袭取许都，解救天子。好，常言道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我等性命都已交于老大，军中有令，立刻出发。
奏与曹军大军阻击，请将军速引兵支援。快，整军出发！出发！主公，云来迟了。无妨，子龙来的正是时候。我本意兵贵神速，不想，哎，我才探得消息，曹操先在官渡，后于仓亭，接连大破袁绍，袁绍一病不起。此后袁氏虽重，却再难与曹操相抗了。
河北胜负既分，曹操得知我等进军，便舍了袁绍，亲率大军南下来阻。首日相拼虽然小胜，但随后曹军便必营不出，我被阻在此，无可奈何。昨日收到消息，曹军令派夏侯惇率军袭击汝南，二弟去救汝南。而方才公都运粮来此，被夏侯渊围住，于是三弟去解公都之围，此时俱无消息。我急于回兵，又恐曹军后袭。依子龙之见，应当入河。以云雨见，曹军远来疲困，不能急战，是以避战。但敌众我寡，不可长久对峙，否则必被围困。如今曹操对汝南公都用兵，意在围困，我军需徐徐而退，以免腹背受敌。主公，张将军去救公都，被夏侯渊与乐进等人率大军围住了。什么？汝南城也被夏侯惇获了，乐进弃城而走，关将军救之不及，被夏侯惇围住。果然如子龙所言，我等危矣，宜速去救他二人。遵命。此人武艺高强，急切间杀他不得，我还需护送主公左右，不能与之纠缠。哪里走？老大先走，快去护送刘皇叔，这次交由我便是。裴兄，此人武艺太强，你不是他对手，不可逞强。咱虽武艺不强，但论杀敌手段那多得很，老大快走便是。好，裴兄务必小心。
赵云休想逃走。这是什么？哈哈哈！裴元绍在此，叫你得到十倍本的滋味。兄弟们，各种家伙都使上来。哼，无知谋贼，竟敢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！你爷我手段还多着呢，一切都来尝尝看。滚！因此弃车而走，曹兵追来，幸得云长挡住，我等才能得脱。云长何在？云长尚在汝南城外与曹军交战，主公且行，再做理会。张合在此，刘备快下马受降。刘备，高览在此专等。
周光顾上。二弟，可速去助子龙。这赵云也是如此难缠，本爷又武艺绝伦。罢了。已被曹军夺了，不可归去。怎不见三弟？翼德去救公都，被困在东南山林之间。既然关将军归来，请关将军护送诸位，云去接应翼德兄。子龙接连厮杀，莫要逞强。无妨，云有分寸，主公勿虑。既如此，有劳子龙，有关某在此把守。
德兄，我来助你。痛快，痛快！子龙，大哥、二哥何在啊？主公与关将军就在前方等候。好，走。李德兄先行，云去接应他人。将军是在找裴猛吧？裴兄，幸好裴兄无碍。担心俺被那徐楚所杀？那徐楚也不过如此。若非今日状态不佳，俺现已将他首级取来给老大做礼了。如此危急时刻，裴兄少有心思玩笑。危难逢生，正是该大笑之时。美酒也更妙了。可惜了诸多弟兄。
竟叨扰，却得父老抬爱，心实惭愧。承蒙诸位美意，备便借此美酒与诸位共饮。诸君皆有王佐之才，不幸跟随刘备，备之命窘，累及诸君。数年来一事无成，功名未弃。身无立锥，诚恐有误诸君。今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，以取功名乎？兄长此言差矣。昔日高宗与项羽正面下，硕败于项羽，而后九里山一战成功，开400年之基业。何可自毁其志？一时之败，未足为畏。古之成大事者，多先历磨难。是所谓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主公不必以此作呕。诸位无恙，实乃不幸之中万幸。成败有时，不可丧志。此离荆州不远，刘景升坐镇九郡，兵强粮足，更与公皆是汉室宗亲，何不往投之？诸位见笑，备一时气馁，己误大事。刘景升乃我族兄，但恐其不如。某愿先往睡去。是景升出境而迎主公。好，好，有赖先生。刘备遣孙乾为使，妄说刘表，虽有蔡瑁等人反对。孙乾仍说服刘表接纳刘备，刘表出城亲迎，相处甚欢。刘备为刘表平定江夏张武等人叛乱，获得宝马地卢，欲赠与刘表。蔡瑁以地卢房主为由，借机谗言，迫使刘表疏远刘备，使其屯驻新野。蔡瑁始终欲害刘备，于是趁刘表发病，秋日上计之时，集荆州众官于襄阳设鸿门宴。
宴席之上，蔡瑁设计支开赵云，刘备则幸得一级指点，乘马逃离，却被谭熙挡住去路。就在蔡瑁追兵将至之时，地卢马跃谭熙，助刘备逃出升天。而赵云一察觉不对，寻机追来，探寻主公下落。